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申，欢迎收看这期 Skywars 啊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是第89集啊，马上就要90集了。那么90集完了呢，就快100集了。那么第100集呢，到底应该干什么啊？大家帮我出出主意，是不是啊？帮我想一下，第100集应该都去干些什么啊？做个特辑啊，什么对吧？啊，来，我们先去中间，走，好，他哎，真要过来。来保护四，OK，哎，都不过来，都不过来，小伙，哎，我用钻，哎，他自己居然下去了，哈哈，哎，可以的，来这下去，好吧，没下去啊，哈哈，哎呀，哎，这还有个这，啊，他好卡，天呐，来走，我们再去攻坚啊，走喽，希望没有人啊，来喷个速度。这里有个恋人，其实恋人一般我都不放了啊，我现在一般都不放了，因为换人自己着火嘛。哎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伙，他要过来吗？他要过来吗？哎，他要不过来。小伙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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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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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天呐天呐天呐！哇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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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真的好卡！你有钓鱼竿，我也有钓鱼竿。小伙，你有的我也有。哎，你人呢？我这是好卡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终于死了！天呐！哇，刚才都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居然那么卡成那个样子！哇天！OK 啊，看了，应该没有什么好的。哇，还有两个人，有一个人在中间。来喷个速度啊，走喽！小，哎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小伙，你跑！小伙，你跑！Oh no！哇，现在卡，怎么这么卡？哦，天呐，怎居然卡成这个样子？哇！来看看啊，来，药水都换上来。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不是石头人啊。在哪儿？在下面。哦，笑，我知道，你愿意是这种人呢啊，我懂了。他这上面是半砖啊，他只要站在一个两个深那个空里面呢，哎，然后再对着那个栅栏放个半砖呢啊，他要能卡在里面，然后你还打不到他，他一直跳劈你，跳劈你，把你给跳劈死。哇，这个就很伤了。对于这种小伙呢啊，我们一定小心。因为你根本就打不到他，除非你把他给堵上，或者把他给挖出来啊！来，哎，他来了，小伙，你来了，连接了，小伙，小伙，你跑，你刚不是挺厉害的吗？烧起来了，哎呀呀呀呀，这，你刚不是挺厉害的吗？嗯，小伙，你不是挺厉害吗？小伙，你好啊，GG，可以来啊，力量一。15根剑就是力量一，20根剑就是力量三，这个规律很好记，对不对？来，这张图本来想选钓鱼竿的，哎，但钓鱼竿吧，它不像冰的那种，它划不出去。来，走，哎呀呀，已经人群中间了。Oh no，可以走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哎，他人呢？他人呢？
奇怪了，奇怪了啊！这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哦，天哪，好险，应该多搭一个。走，小伙，哎，大钻套，哎呦，小钻套，半钻套。哦哟，天哪。哦 ，no， 先打你一个。哦，天哪，没血，没血了。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，不跟你们玩喽。哇，好吧，没有苹果，没有豆救援浆。这，天哪，我上去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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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下面自己慢慢玩吧啊。我上来了，呵呵，看看，好，苹果有了。来，先吃一个。再看这边，好吧，这个速度，速度也是速度嘛啊。来。差不多，我们走喽。他们人呢？左边有一个打起来了。好的，十二滴血，你有力量，你怎么不反抗呢？干掉，干掉啊！小伙，哎，前面还有一个裸装，天哪！想放岩浆 ，Oh my god！ 这里还有一个，我有力量，小伙，哈哈哈哈 ！Oh no！ 哇，这个连击，哇，有速度，这个连击太爽了！哦，天，想上梯子都上不上去。哇，飞那么远，哈哈，我觉得他转过身再放个方块应该是可以放上去的。还有最后一个人，还有最后一个人，小伙子，哎，我到现在都没鞋子呀，我刚发现。那个人在哪儿呢？哎，这有鞋子啊，这有鞋子，就刚才我们干到那个没胸甲那人啊。OK， 还有头盔啊。然后这里的话20滴，不知道他在干啥耶，他人在哪里，人在哪里，找不到你。走喽走喽走喽，小伙在左边那个岛，应该是左边那个岛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来，我们走上去，上去。来，我们搭一下。哇，差一点哎。来，跟走，感觉这种跳斜角特别容易就掉下去啊！小伙，你在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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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跳不过来！你在干什么？嗯，小伙，2.1，叽叽叽叽！你看，像刚才那种直着就跑过来的，你哪都跑不了那种地方，你就不能没法冲上去啊！这冲上去肯定会被打得很惨。来 ，OK， 来 ，OK， 没有东西啊，右边有苦力怕啊，不管他，我们走，就是一个 YOLO 嘛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就这种斜角特别容易掉下去，来，只搭个墙啊，不让他打到我是吧？哦呦，天哪，这边还有个人 ，Oh my god，no， 啊，最讨厌这种出生就有攻的人了，来了。这小左边小伙来了，小伙你好你好你好，哦 no， 哇，半颗心 ，Oh my god，OK，、okay， 这人头是我的啊，哇，这生命回复还能稍微回点血，让他跑过去了，哎，没跑，我们先回血再去中间啊，这样会比较好一些。来，看生命回复的话，差不多能回四颗心的吧啊。来走哦，这个地方不知道狡猾过多少次。来，顺便回复喷一个啊，苹果 OK， 来吧，走去顶楼。他是顺便回复这个药水时间好短啊，你看就那么半分钟吧，好像也就。来，后面没有人啊，哎呀，没有头盔，这个不好搞啊，要珍珠就好了。人不见了，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们走，我们下去吧，人都在下面，到现在都没有头盔啊，看我们这个还是少，只是个铁套的一个装备啊。来看能不能挖个钻石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人来了，小伙子他装备怎么样我不知道啊。哦，来了，哎，没胸甲的，把你头盔给我，头盔，哎，天哪，不明觉厉啊，突然就来 boss 锋利生命回复，来喷一个啊，然后猎人放出来雪球 OK， 好，最后一个人呢，这么快，不是吧，还有最后一个人会在哪里，刚才看着半个人没过来的吧，好像
最后一个人，啊，最后个人在这里，你真的要过来吗？你没裤子啊，小伙。行，你没裤，你真的要过来吗？Oh my god，不是吧你？不是吧你？不是吧你？哎呦，还放岩浆，GG，哈哈，哎呦，这地方，这跑不过来的，我跟你讲。来这张图啊，我们来选这个速度药啊，我们选速度药，看能摸到哦，直接跳上来了，好吧，这样不就更好嘛，对吧？来拿装备，钻刀，呀，又没胸甲，这，来抗火先喝一瓶啊，希望隔壁都没有人要冲过来，走，去中间，去中间喽，我希望旁边都没有人。哎呦，差一点！有时候跳的时候吧，会被上面树给顶一下，这个就会很恶心。来，OK，神装了，神装喽。来，头盔有没有？哦，没有头盔。小伙子们，保护四，爽！这人要过来了，小伙你好啊，这人都敢上来？天呐！哦，no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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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哎，人呢？跑！天呐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！Oh my god！哎，苹果换上来啊，吃个苹果先。可以。哎呀，吃了苹果之后呢，生命回复就没了，半分钟生命回复哎。因为这生命回复二，我们这生命回复一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来，过来，小伙子，听说你很能打。来，小伙，可以干掉啊！那应该是唐老三的那个胸甲，就我刚刚换下来那个。哎，头盔有了，大钻套来了啊！哦，又来一个小伙，哇，天呐，这个才是我想要的连击嘛，对不对啊？这才是我想要的啊！像你跟那么卡，我都连不起来人，居然都。看看，唐宝三防火，哎，来了，小伙，你好啊，小伙，Oh my god，好卡，天。GG，我刚刚突然卡了一下，天呐！来，长岛这张图啊，OK，有鸡蛋，有帽子，来看看，好吧，只有这些东西，走，差不多去中间了。其实有防火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啊。来，走，哦，天呐！其实这张图吧，就是比较。还感觉就像类似乡下那种感觉啊。如果生活在这里的话，还是会比较惬意的吧？啊，来喝个抗火，不知道刚才那人有没有中毒啊？下面有一个小伙，哎，小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哦，天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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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掉！你要过来吗？你要过来吗？啊？哦，这里还有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哦，no。哦，那哇，谁放的水？好可，好讨厌，好讨厌！来吧，来，他不打我，哎，打不到我，哈哈，哎，干掉！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有力量，小伙，力量啊！来呀，来呀！哎，自己跳下去了，好吧，哈哈，来，可以，装备都换起来，OK，生命回复，都换起来啊！这边应该就已经是没装备，也没有人了吧？看看这里有什么，力量弓，可以。哎，不是力量五，还有5个人，天呐！来，稍微再整一波啊！没用的都扔掉，这么多稿子，哇！来，哦，这有中毒，这都没人拿。看啊，哦，这工作台，好吧？刚才那人进去干嘛呀？哎，来了，Oh no！No，这来，这装备你也敢过来？天呐，有苹果哎，来捡下苹果啊！来，可以。哦，又来一个，他有生命回复。天呐，哎，打不到他了，怎么？GG，天呐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卡，有点。OK，那么今天 Skywars 就做到这里。那么是感谢大家全程关注，那么是记得订阅一下游生的频道，关注一下游生的微博以及 Twitter。OK，今天就先这样，各位，拜拜。